杰克酒，杰克当然酒，姜尝熟了。我不能当医生。台湾的剧组好像没有人这么做。有关小猪啊？怎么做？我就我都不要放木炭，要做烟，上面要铺个铁网。没有，我就是要看出来，然后再放几条香肠。那我们戏拍完了，这个镜头结束了，香肠也熟啦。香肠跟你讲哦，你这么做到时候真的你会是施汉，施汉不要走，微微就喊香肠熟了。香肠好像有油还有烟。施汉你怎么了？香肠还没好，然后就听到微微在狼旁边喊。你没事吧？等我们回医院再说。加那个猫砂泡水味道吧，因为我家里是石头猫砂，石子猫砂。你在干嘛？没法拉屎。地板湿湿，我现在屁股后面都湿湿的，然后我就一直在闻是什么臭味，后来我就想很久，后来想到是我家那个猫砂，只是没有猫咪的那种阿摩尼亚味了。我跟他说你要不要闻这个湿湿的味道，他说你要给我闻屁股，我不是这种人好不好，我是 lady 的傻。好，果然是救命啊！不是，那生到底要救谁呢？选择不救。当然都要救啊！人那么多，肯定救得了。如果是美山，杰克他就不救。杰克当然救他。那美山姐在。来，美山姐位在这。美山姐，美山姐要救我。好，那你这个位置啊，救你出来。你往你黑色的救你班啊！好，进一次是。当然救你。对，你往那靠一点。杰克救我了，是我只是晕倒而已，对吧？当医生的人会分轻重。对了，我只是晕倒而已，炸弹没带我身上。对啊，干嘛那么急？不要被骂了。我的上肢开放性骨折，直接骨折，是要做干细胞神经疗法。杜先生两手上肢开放性骨折，救不了施恩，反而施恩来救杜先生，你赶快走。好，我走。直接走。就施恩没事。好，故事大逆转。